砌成一道墙，多少苦心聚成一个家，这里是温暖明亮，阳光眷恋的地方，一个人一点微波力量，一条心远了遥远梦想，多经历就能点亮，多难的愿望，让我们像一家人一样来分享感动，化解迷惘，用最温柔的目光看彼此成长，姑娘，嗯，来，这是要抵卡的钱啊！哎呀，唔通啦，咱厝的拢在咧花，你逐项拢爱用着钱，我要哪会用去甲你摕咧？而且我听人讲，嫁出去查某囝，若倒来后头厝摕钱，是查某囝惨咧。嗯，讲到较严重，来啦，再去啦，吼、嗯！恁即个倒来吼，开袂少钱吼，想讲我唔知影。好啦，哎、欸，你两个不要算到，唔能去偷钱哦。啊，那咱姐妹请回来，咱姐就来了啦。妹妹，你看，她还会做事的呢。对啊。我有话杜尚讲啊，希望尽量有伊啊啦，伊嘛答应啊。结果伊也为着阿妈的病情，叫咱暂时莫管伊甲道上的代志，实在是足为难的。我看哦，咱就照伊的意思，啊，若是道上想安怎做，都要看伊家己啊。是啊，啥嘛无法度家勉强。我是惊讲哦，阿妈年岁愈来愈大。万一若等袂到道上甲伊阿团圆的迄一天，迄才是一世人的遗憾。苏文义，如来。一路啊去哥哥呀，拢叫爸爸喂着去，进去。一路回来啦，爸爸啉水。好，好啦，啉水，啉水。好，我这宝贝查某囝才友好嘞，我还变得好一半嘞，乖。一路上乖。看你瘦咖呢，你敢要请假一天啊？待找好阿休困，哈？唔啦，请假来靠工资，唔免啦。我先去把车票退掉，先卖转去补你啦，无我实在袂放心咧你呢。妈妈，我甲同学讲要去阿公家呢。
无看恁爸爸扫家呢？你这个囡仔哦，实在做唔知影轻重呢。好啊啦，你囡仔哦真无简单好啦呢。哎，你欢喜要等伊看阿公，你就回去啊。我身体还作用的啦，加两工就好啦，免烦恼。我退一下。哎，你拢，你说不说？爸，真歹势啦！啊，我囡仔带回来吼，应该加大两工啊。但是我足烦恼金兰的身体啦。我想讲吼，这两个囡仔互伊留伊遮佚佗两工啊，啊，我先回来照顾金兰。啊，是讲你嘛分食食较顿，啊，恁母啊去地母庙拜拜，恁咪就顿。袂要紧啦，我即马吼紧赶来坐车啦。这个车班若赶袂到吼，今仔日无法度返去彰化，搁爱耽误一工呢。好好。安尼无，你赶紧去坐车。恁母也转来，我会甲讲。阿爸，安尼我先来去吼。好。孙文，一路来，来妈妈家。妈妈甲恁讲哦，恁伫阿公家乖乖听阿公的话，知无？知。乖。好，车班到啊，你紧去，啊无车班也袂赴。好。阿妈嘛有阮咪滴个哦，实在真福气。阿妈，你安尼连徛拢徛袂知，你也是天家转去休困啊？请假等于又困啦。因为我会通徛起尾啊的，我咪要徛。哎呦，囡仔人咧徛遮大台的车，你唔敢摔到大坑细里啊？阿公，我要徛起尾去佚佗。爸，要去。好，阿公载你来去佚佗吼。来，哎，坐好，坐好些，好。烦恼你的病还袂好，我唔才赶紧回来。看到你哦，我的病就拢好啊。我看阁有发烧无？哎呦，安尼阁烧到安尼啦！你大人大正啊，家己拢袂晓照顾家己，你安尼后盖我是要哪放心出门啦？是还好啦，别烦恼。好啦，我来遐求汤来啉吼。姑娘。嗯。啊，今仔日玻璃好。阿爸阿母吼，伊真孝顺啦，哪会唔好？而且吼，伊如甲孙文哦，迄两个算到哪野买的呢？真较好啦，所在宽吼，空气够好，好囡仔吼，咱要加大几家。嗯，好啦，你紧休困，我来煮姜汤来啉吼。有命。嗯。多谢你啦。时间过得真紧，目一年又过几啊年啊。彰化这边的生活，我嘛慢慢地适应了。连伊啊心肝内思思念念的苗娘嘛大汉啊，但是这嘛变成伊啊心肝内一块石头。金妹啊，美霞，苗娘，哎呦，你哪只罕行啦？伊啊。哇，越来越大汉呢！坤娘，坤娘，娘娘来了啦！
阿哥，听到没？听。哇，这么看到，愈来愈乖了呢。嗯。姨啊，阿侬把床单扔了，去外口坐坐。好啊。姊妹啊，顶阵仔吼，我来找你啦。啊，迄天你都无伫厝里，我敢那拄着阿玉啊尔啦。哎呦，那无甲我讲。歹势啊，美霞，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你是安怎？我来吼，是特别要甲你讲一件代志啦。好啦，咱坐咧遮来讲吼。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阮翁吼爱跋筊啦，厝里拢也无咧讲。万一有一天我若先走，我惊苗娘吼无人通照顾。美霞，你毋通安尼讲啦。世间的代志吼，话变就变啦。本来伊嘛真骨力啦，目睭矫了后，伊就拢变看，实在让人想袂到。所以，拜托你，万一有一天我若先走，你一定爱甲苗娘啊带倒来照顾，知无？美霞，你莫安尼，家己袂遐尼歹啦。你唔通想遐济，我知啦，啊，毋过苗娘的代志，你爱藏伫个心肝底。苗娘虽然是本好理由，搁较安怎讲，嘛是我的亲骨肉啊，我当然要藏伫个心肝内。你放心，美霞，你家己的身体，嘛要顾好好哦。好啦。那安尼，我就放心了。阿尤啊，竟然会当安尼放点点无甲我讲，为什么伊拢无关心呢？陆总，伊也伫找你呢。找我？啊，伊什么时阵想要找我？真是的啦，伊拄则拄伫门口，你去倒。好听，敢若只关心你呢？真难得伊来关心我。道长，伊啊，即马伫烧烤煮饭啦，你去找伊。啊，好嘞。听讲你咧找我呀？啊，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，可能哦，田里石头做完了，去阿爹妈因家泡茶啦，毋则较晏转来。啊，你若有啥物重要代志？就叫昆娘去甲我叫一下，对啊，我就随转来啊。苗娘敢不是你的骨肉？你哪还无钱啊？对伊的代志拢无要关心了。美霞明明来找我，你哪挑工问瞒哈？是安怎？你是拍算无要关苗娘的死活哟？我俩做讲哦，你找我有啥物好康的代志呢？原来是要找我冤家哦。我这贫惰甲你冤家嘞，我是爱你，给我一个交代。你为什么不爱让我知影？哎，啊，他美霞来给咱借钱，我有什么头稳瞒啦？笑死人家呢！你是感觉好笑才无要管？好，苗娘的代志我来管，我袂去问你啊啦！我就知影讲哦，你找我绝对不是什么好代志，是我自己乌白想的。德尚，啊，不是要吃饭啊？我刚才气都气饱，搁吃下咯。多少？姨啊，你莫伤心啊。袂啦，伊遐人都安尼，我早都应该关心。敢要找阿姊的陈兄？唔免啦，
有明甲林姐夫为了过三顿，已经足辛苦啊。林芳甲林阿兄讲哦，做生意对我起步，卖互伊操劳，我来想办法都好，哈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好啦，啊你起步因，等你食饭啊吼。哎，安尼挽草煞去挽着菜啦。杜尚，啊你生气哦，嘛袂当摕这菜出气啊。相公，我摕这菜咧出气啊，我是咧挽草啦。啊，这菜我挽当个家己食，敢袂用个哦？若要讲起来吼，这菜园仔我是用真侪苦心呢。啊，我当然嘛知影讲哦，你真用心，你照顾这菜园。这个菜园仔哦，我是用足侪苦心的呢，我哪有可能讲袂关心？杜尚，其实你是拢足关心苗良的对无？苗良啊，伊是我的亲骨肉呢，伊的身躯有老狗我同款的血，我哪有可能讲放点点无管伊？人讲哦，苗良的待遇都予人抱去腰啊，我是会当安怎样？讲起来吼，这也是伊的命啦。当初你甲苗良啊，互恁美霞阿哥抱去饲的时阵，迄是恁姨啊，看讲吼美霞阿哥因家生活真会得过，所以伊毋才会肯答应。但即马变安尼吼，啊，咱是会当安怎？啊，你着爱甲伊啊哦，讲互清楚，安尼哦，伊才袂误会你。嗯，啊，伊着干呐讲吼，我无情啦，我哪啥物无情？我才是无奈呢，我还唔甘苗娘啊，还佫惊恁姨啊烦恼，啊，说煞去说煞去，我吼也是种菜较实在，唉。唉，唔知阿尤啊，哪会亲像无代志人共款？苗娘的代志，讲拢无讲一声。苗娘的代志吼，豆豆才来想办法啊！你安尼规工踮咧烦恼，嘛无路用啊！查甫人吼，拢较粗线条啦，也毋是挑工的啊。阿妈，来，来，面汤哦。哦，好。姨啊，落脚的讲吼，药啊一定要照时间吃，病才袂一直拖落去，哈。唉，当个西药吼，一粒拢甜苦苦，啊一摆爱吃，搁爱吃遐侪粒，哪会歹归期安尼煮一冬啊，毋是较有效？阿嬤，那注射哦，就是仙丹啊。那有讲那注射了后，那病哦就随好诶。啊，是啊，伊啊，药啊哦是靠啦，啊，不过一定爱食，食吼病才会好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食就食。啊，对啦，坤娘啊。啊！恁倒上顿来食饭未啊？伊菜园哦，搬草啊啦，顿来哦，着食两碗饭诶。菜园啊，搬草啊。倒上讲哦，伊对迄个菜园哦，付出真侪心血。伊对迄个菜哦，一定要好好照顾。同款啊，对苗娘哦，伊嘛袂讲歪插啊。迄是你替伊讲诶，伊哦，才袂安尼讲咧。倒上哦，是无讲遮尼白啦。啊，毋过伊诶意思着是讲。苗娘哦，身躯底头的血哦，是甲伊同款的啦，是伊的骨肉，伊绝对袂讲哦，无关心伊啦。
侪岁啊，你共五岁啊吼。阿娇啊吼，就是超工甲你暗扛，惊你烦恼啊。对啦，多桑哦，一直是安尼想的啦。不管安怎，苗亮后摆的日子，我唯一是少烦恼嘞。阿玉啊吼，就知影你会放袂落心啦。那超工无爱甲你讲，我准是我吼，我嘛无爱互你知。伊啊，哪会当安尼啦？我听到美霞亲像交代后事同款，甲苗亮的未来交代好啊。我听了心肝足惊的呢，水妹啊，伊听伊阿讲，苗亮啊嘛是我的孙呢，啊不过即马代志已经变到安尼啊，迄是人的家内事，难免哪会当去共插啦，即马干哪会当甲关心尔尔啊？即马想起来，嘛唔知影。当初把苗亮送给别人，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？路途八里命，一出世吼，都拢住好好的啦。苗亮啊，出世吼，都是人永住的命。啊，若无美霞，哪会来甲本起要甲邀呢？我相信啊。不管阿伯有啥物变化，阿玉啊吼，定着会甲苗亮啊斗三工的啦。啊，你吼莫想想遐多啦，咱点点啊甲看，阿伯美霞会变较好嘛，无定着啊。希望是安尼啦。要进去啊！啊，食饱要食药啊呢。哦吼，姑娘，嗯，你去倒一杯滚水，和阿妈食药啊。好。伊呀，啊，过几工啊，到中原普渡啊，到时我才来庙里，甲你提斋饭就好啊。啊，你哪有遮勉强啦？人无爽快，爱加休困啊！落脚的药啊吼，阁真有效哦。你看我今日哦，人加足青菜啊，水梅也无来哦，食饱算啦。哎，庙的师傅吼，拢足照顾伊的哦。啊，咱水梅啊，逐工安尼种菜做衫，无用器材，哪有迄个闲工通甲咱来去庙里提斋饭啦？咱家退回来就好啊啦！伊啊，我是感觉吼，较重要的代志是你伫身躯吼，甲养护好啦。经过月吼去拜水忏的时阵，人庙里的师甲我讲呢，上好吼你家己会当亲身去啦。啊，我想讲，啊你着好好养，咱后个月十五做来拜水忏，好不？拜忏无重要。重要是苦家的大大小小，拢会当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这才是重要啊！是啦，我知啦。啊，中秋要到啊，遐囡仔若拢会当回来吼，我的边哦就好一半较低啦。无怪人伫咧讲啦，讲这个团圆哦，是地边上好的药方啦。啊是安怎？啊摇过你孙啊？啊要休困一下无？练练啦，讲吼，含人定着真多哦。嗯，啊嘛是爱紧来去。伊啊，嗯，你看你看，你今年才十四尔嘞，啊今年中秋月娘，讲落已经遐尔啊圆。来来来，你嘛有啦，来。
高水呢。我去摕我阿祖看。好。阿妈，阿祖，阿祖，我最近无好，刚无看。快嘞！高水，高水，拢食高水哦。来来来，食这个包包。姐。哎，食较细碎，食较细碎，唔多去惊着。阿妈，你干阿拢分给囡仔吃，家己拢唔吃，食油啊啦。心肝头吃闷哦，吃袂落啦。呀，是安怎？是毋是物件无合你吃？无啦，啊，着心肝头做做，吃袂落啦。啊，苦娘阿英全家还袂高兴。呀。今天才十四年呢，因还明仔才会回来啦。我有特别吩咐因讲哦，一定要回来团圆。我甲因讲哦，这是你交代。嗯，月圆人团圆，一家口啊吼，大家拢会当做伙，我真欢喜哦。啊，来啊来啊，哎、欸，来啊、哦！阿哥因家哦，上好有茶米。啊，你搁摕茶米，有请阿哥来咱家收的。有啦，阿哥讲哦，伊正休困哦，伊就过来。嗯，啊，来茶米哦。唔通泡伤高哦，阿妈拎落去哦，会困袂去。啊，哦好，泡较少哈。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哦，以后多谢多谢，哎，啊，加吃一寡，好好好，啊，有甜无哈？有哦，真甜哦，真甜啊，加吃一寡哈，嗯，啊，你嘛加，多少？现在？啊，好，好好好，嗯，啊，这泡茶是清水哦，啊，来泡干嘞，白汫无味啊，水妹啊。无你是惊人食着啦，啊茶米放一撮啊，这是要泡给伊啊啉的，当然爱泡较薄啊。啊那呢，你搁泡一锅较厚的。好啊，伊啊，我来泡就好，你陪阿妈开讲吼。哦，那乌米啊，你是回来找做客的查某囝呢，是咪你去咧泡茶？查某囝泡的茶吼，心意无同款啊！我来泡就好哈。你泡甲恁姨啊泡的吼，胃口都是无同款啦。啊，我都爱啉恁姨啊泡的啊。不要紧啦，你陪阿妈开讲，我来就好啊。豆婶，这茶真清香，真好啉吗？对啊，我嘛感觉这茶泡甲拄啊好啊，啊这油啊哦，唔就甜的啊，拢就合味的啊，啊我都感觉袂拄好啊。我来去甲伊阿豆三讲。来来来，饮茶啦，饮茶啦，哎哎，姑娘，来来。这油啊，都才破了，哦，真甜嘞！你明明吼，就爱水妹啊泡茶互你啉，啊，就挑工讲一挂激气的话，嫌东嫌西，真无聊。姨啊，啊，你挑工讲这话，要熬无袂煮哦。啊，水妹伊是我的某呢，啊，叫伊泡一下茶给我啉，这嘛是应该啊。敢讲对啊，我生气才要去泡。啊，你若讲两句啊好听话，人伊毋是烧茶泡到你的面头前来，予你，逐摆拢要讲迄款倒摆的话，当然予你歹面相看。好啦，伊啊，卖去念啊啦，啊若无迄气氛会拍歹。你也知影。啊！你敢有想到水妹仔的心情？敢若顾你家己，拢无去想到伊。
你若不爱我念你，你毋着做予我看。唉，倒一天我若死吼，看啥人要替你讲这个话啦？姨啊，莫安尼讲啦，我出来行行咧。什么啦，一如啊，来来来，跟阿公来散步。好，来，来散步。来来来，阿公坐，阿公坐。哎呀，哎笑。嘿嘿。哎，啊，行，来。阿妈，你会忝无？会哦，搁会忝。我来去休困一下。嗯哎哎哎阿嬤，你要进门了。熊熊白的头髮我来去拿一个好了。对了，看我一个吼，你才叫恁阿姑去请一个路开来咱家一坐。明仔载我才有精神吼，通好看每一个孙啦。好了，我知了。嗯，我回避。嗯，好了。看看是啦。阿咪啊，啊，厝内人侪，无够睏，互你轻睏阿姑因家，敢有要紧啊？袂要紧啊。咦，这阿奶的衫要做好啊吼？嘿啊，啊，就剩这纽啊，甜甜的，安尼就好啊。明仔载吼，中秋拄啊好头好穿。嗯，这件衫哦，真正做了袂歹，阿妈穿起吼，一定足好看。伊啊，你真正足会做衫嘞。嗯。啊，做几啊十年的衫，啊，真正简单的老人衫拢做无好，啊，毋着害啊！伊啊，杜尚安尼对待你，你拢袂生气哦？袂啦，啊，拢已经惯习。为着一个地，伫个大细汉面头前，拢无咧顾你个面子。我若是遐老计较哦，早就离开这间厝啊。有咪啊？嗯。你千万唔通为着这件代志，甲恁董嫂无欢喜哦。我知影啦，阿嬷欢喜，大家倒来团圆，我才袂惊甲大家无欢喜。是啊，只要你阿嬷吼。会当欢欢喜喜的过后半世人，若是安怎，拢无要紧。伊啊，你永远拢敢想着别人，拢无咧顾你家己。我家己有啥物头好顾？一世人都安尼过啊，无要紧啦。但都是你，无咪，你一定幸福哦。我会永远会记得你甲阿嬷的教示，我会尽我的本分。做一个好看手。啊，阿嬷，我给你擦精神啊。无啦。我是摕你个食米煎尔，啊恁姨啊嘞，姨啊哦，第一个穿新衫啦。哎呦，但伊做啊一领衫予我，穿都穿袂起啊。但做一领新嘞，伫当时才穿会着啦。明仔载穿啊，姨啊讲哦，明仔载是大团圆哦。阿嬷，你若穿这领新衫哦，一定超好看。大家遮老啊啦，好看无好看，迄拢无重要啊。会当看到每一个孙吼，我都足欢喜个。阿嬷，你足有福气个啊！你会当看到四代同堂，阿嬷，你一定会当食饱哩，看到五代同堂哦。你这支嘴哦，有影真甜哦。阿嬷。今仔日因阿，我要甲你睏，我足久拢无甲你做伙睏啊呢，就是安尼。因阿妈，我要参像囡仔同款，甲阿妈咱来睏。哎呦，
唔通哦，阿兰妈甲迄三个囡仔伫咧等你。有影、啊？嗯？不管什么时阵，你家己也会记的，以迄个家庭为重，因才是你后摆要依靠的人，甲因照顾好哈。我知影啦，阿妈。阿来去去找金阿妈，阿妈要休困一下呀。哦，好啊，阿来我来去阿哥遐。有味啊！阿妈，你有代志要甲我讲哦。阿妈。安尼我来去啊。嗯。奇怪，心肝头哪一直感觉足无爽快，敢若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共款？哦，外口够热个啦，看中秋过后天起来变较冷。你是安怎啦？透早去拜八公庙呢，伊是晚上暗困。我咧想，拄才位厝个出来。忽然间有一种感觉，敢若像唔甘阿妈。哟，阿哪呢？迄种的心酸，一直伫咧心肝头，我嘛唔知要安怎讲。迄是你想伤济啊啦！明仔载吼八公庙拜煞吼，啊你就倒转去陪阿妈，安尼心肝头就较快活，对无？啊！你昨暗时才甲阮医阿叔一同，怎会无较好？今仔应该有效啊！我加了两杯药量啊。哦。莫开，多谢哦。莫安尼讲。啊，对啊，即摆会当互阿妈坐落啊。好，我知我知，多谢吼。我先来走。多谢吼。姐啊，阿姨啊，即摆情况怎吼？啊，落卡就讲吼，这药啊吼，照时间互伊啊食，啊病就会较紧好啦。哦，我来倒滚水，互伊啊配药啊吼。阿玉啊，咱水妹啊吼，照顾伊啊实在是足尽心的啦，你嘛爱共较体贴的。我知啦，啊阿姐啊，啊伊啊吼，我会照顾。不只是伊啊啦。水妹啊，爱顾一下啦。我知影啦。啊，我先来转啊哈。啊，这药交予你。啊，阿姐啊。嗯。啊，明仔载吼，姑娘啊伊会转来，啊你嘛转来一撮，啊咱同好一家团圆，啊食一个饭的。好。我会转来啦。啊好。姨啊。呀，我来看你。呀，呀，呀，呀。呀，呀，你是安怎？呀。
啊，伊啊，伊啊，你先落，伊啊，伊啊，伊啊，你先落啦，水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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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紧起来一下，水妹啊，伊啊，伊啊，伊啊，你清醒嘞，伊啊，伊啊，什么代志啊？伊啊，刚才无在穿裤啊。啊！伊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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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妹，紧叫我落开啦，紧，你紧叫，紧叫落开来啦。伊啊，伊啊，你清醒一下。伊啊，伊啊，你去清醒一下，伊啊！阿庆，阿庆，庆武，庆武，阿庆，阿庆，庆武，伊啊！安娜啦！是啊，安娜，阿妈，阿妈伊，阿妈安娜啦！是的，阿妈已经无去了。阿妈，伊啊！伊啊！想袂到，一日暗，阿妈都来离开阮。伊心肝内希望大家中秋回来团圆，但是阿妈却离开了。予大家心肝内足有感的，多少心情嘛变甲足艰苦的。好啦，姨啊，莫搁念啊啦，啊那无迄气氛会拍歹。你若袂我念，你毋着做予我看。唉，倒一天我若死，看啥人要替你讲这个话啦。多少？啊，即马外口大风，可能会冷的，你敢要去内底歇睏一下？我想要踮遮加坐一睏啊。好啦，安尼我陪你。恁阿嬷就是伫个你住的这个所在，甲讲话，可是讲，我若知影迄是伊最后一摆甲讲话，我一定会加听伊讲一句，我袂甲伊当叫卖去讲，莫安尼啦。阿嬷人这么好，哪会看走就走啊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不过你若讲讲，你阿嬷会当吃到八十挂，咱就替伊欢喜，免去哭。阿母，我一想到后面就看袂到阿嬷，我就想要哭。伊阿甲阿嬷的感情，就参像亲生的母阿囝同款，这么阿亲。阿嬷的离开，就产出伊的心去有倒挂同款，是遐尼啊痛，遐尼啊艰苦。
弯曲。